Thank you.
同学，我们要开始上课了。那我们这周呢，好，要上的是有关于这个神经系统，好，特别有关于这个神经元的这个功能，好的这个部分。好，那这个我们的神经系统呢，好，它呢好是如何的运作的？好，那它会靠一些感觉的一个系统。好，那我们有五大感觉的系统，好，听觉、视觉、嗅觉、味觉，还有体感觉。好，然后呢，这些感觉的系统呢，好，它的这个受器 receptor， 好，它会来接收外界的一个讯息。好，那像是听觉的话，好，它是呢，好，受器位在哪边？听觉的受器在哪里？啊，在哪？听觉的受器细胞叫什么细胞？毛细胞位在哪里？位在哪？中耳还内耳里面？内耳里面的哪里？耳瓜，对不对？好，好，那个视觉的受器细胞叫什么？对，位在哪里？对，好，那这个味觉的受器细胞，它分布在哪边？味觉，在舌头上，这个叫什么名字？舌乳头里面，对不对？好啊，然后呢，嗅觉的受器细胞在哪边？鼻子是这样这么大一个构造，鼻子的哪里？好，你们不知道我嘿，那个就是你那个鼻子凹陷的地方的里面啊，有一个是一个叫做那个上皮层的这个地方啊，就有嗅觉的受器细胞分布在那里。好，那这个体感觉的受器呢在哪边？皮肤，你的皮肤上面。好，所以呢，这里呢五大感觉，除了刚刚最后一个体感觉受器，它分布整个范围很广，因为我们整个皮肤都有，其他的四种是不是它的受器都是局限在一个比较小的这个特定的一个区域，对不对？好，那这些感觉受器细胞呢，好，它就会来接收我们外界的一个讯息，把这些外界的讯息传进去。好，到我们的这个中枢神经系统。好，那中枢神经系统就包含脑还有脊髓。好，那这个中枢神经系统里面的细胞呢，好，就呢，好，整合这些讯息，然后呢，好，下达这个指令。好，然后借由这个周边神经系统下达出去之后，最后呢会把这个指令呢，好，告诉这个 effector cells。那这个 effector cells 啊，它可能就是一个骨骼肌细胞，好，然后呢就会产生一个动作出来。好，那刚刚讲的这个我们的神经系统的一个运作，那我们可以利用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反射的一个神经回路，好，来举例。好，那在这里呢，看到的就是一个人呢，哈，他赤脚走路，好，然后呢踩到钉子，好，那这个钉子就刺激到他这个脚底，好，这体感觉的一个受器，然后呢，这个受器被刺激到产生一个好神经的一个讯息，好，之后呢，他就会呢，好，将讯息传进到这个我们的这个。脊髓，好，然后呢这个脊髓的这边的一个叫做中间神经元，它会将讯息再告知这个运动神经元。好，那运动神经元的轴突就伸出来，好，那它呢这边就是属于周边神经系统部分，然后呢作用到这个骨骼肌，好，然后呢产生一个动作。好，那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好，这个反射的相关的神经的回路，好，说明的我们神经系统好一个运作的一个状况。好，那这个神经系统里面呢，好，有两种主要的细胞。好，第一种呢就是这个神经元 neurons， 好，另外一种呢叫做神经胶细胞 glial cell， 神经胶细胞。好，那神经元呢，好，它是好非常特殊的，好，它是一种特化的细胞，它可以接收讯息，
然后呢它也会传递讯息。好，那神经元跟神经元之间，好，它呢是借有一个叫做突触的这个区域，好，突触的这个地方来将讯息传过去。好，所以突触这个可以说是一个讯息发生转换传递的一个区域，好，叫做突触。那神经胶细胞呢，好，它呢会对神经元做结构跟功能上面的一个支持。好，那个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呢，好，叫做爱因斯坦。好，那爱因斯坦就是，好，我们大家都说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嘛，对不对？好，那他在他那个过世之后呢，好，他的脑呢就捐出来，然后呢，好，给这个研究机构，好，然后呢来探讨为什么爱因斯坦会如此的一个聪明，好，是一个天才。好，那这项的实验结果在前几年前呢，好，发表了。好，他们发现呢，爱因斯坦脑里面的神经元，好，这个是这个 neuron， 好，的数目呢跟我一般人是差不多一样多。好，但是呢他脑里面的神经胶细胞数目跟我们一般人比起来是5:1。好，所以你可能就会，我们可以猜测到说，可能这个爱因斯坦会如此的聪明，是不是就是他脑里面的神经胶细胞数目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可以把这个神经元，好，照顾得好好的，然后把让神经元发挥很大的一个功能。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神经元的一个结构。好，神经元结构，好，是，好，非常的一个特殊，跟一般的细胞很不一样。好，那你们知道像红血球细胞长什么样子？双凹盘状，对不对？好，然后呢你们有没有观察过那个口腔黏膜细胞？有没有做过这个实验？有人有点头。好，叫你那个用一根棉花棒，然后往自己的口腔里面这样涂，那个涂抹下，然后抹在抹片那个玻片上。好，那这个口腔黏膜细胞呢，好，如果看过的就知道它一颗一颗都是非常的结构很简单，对不对？好，同学大概看了一下显微镜，大家就知道，哦，它长什么样，其他科呢就自己，好，自己发挥。好，对，那这个神经元结构呢，好，非常的一个就是特殊。好，它是有三个部分所组成的。好，分别这个呢，这个叫做细胞本体，好， cell body。然后呢第二个是 dendrite 树突，第三个是轴突 axon。 好，那这个呢是神经元的一个，好，细胞的一个模式图。好，中间我们看到的呢，这个叫做 cell body 细胞本体。好，那细胞本体呢它有一个比较，好，专业学术的一个名字，好，就是这个 soma。 好，那 soma 呢它是单数。好，如果呢你要把它写成复数的话呢，是后面要加 ta。好，这两个英文字母 somata， 好，是这个 soma 的复数型。好，那这个神经元的细胞本体的里面呢，好，中间我们看到这个灰色的就是它的细胞核。好，那神经细胞呢它的细胞核，好，会位在细胞本体的中间的这个地方。好，那里面呢就会有这个，好，那个 chromosome， 好，染色体。好，然后呢可以进行这个转录。好，那围绕在这个细胞核的这周围的呢就是细胞质。好，那细胞质里面就有各式各样的一个胞器。好，那神经元的胞器里面呢，好，就以这个颗粒性类质网，好，它呢是数目非常的多，好，比其他细胞还来得多，非常的一个多。好，颗粒性类质网，好，在神经元里面数目非常的一个多。好，那一个神经元的细胞本体呢，好，也是呢它一个，好，代谢的一个中枢的一个地方。好，好，那另外呢因为它是一个神经元，好，那它的细胞本体呢会来接收讯息。好，那会来接收讯息呢，好，你就可以这边呢画一个另外一个神经细胞。好，然后它会伸出一个长长的一个轴突过来，然后未来去跟这个神经细胞的细胞本体呢形成一个突触的一个连结。好，那所以呢，好，这个讯息就可以被这个神经细胞给接收。好，好，那
神经元的第二个部分，好，叫做 dendrite， 好，这个就是树突，好，就是你看，就是这里，好，从细胞本体这边长出一根一根像是树枝状的一个结构，对不对？好，那这个字呢，好，它是从希腊文演变过来的，好，为什么呢？好，在希腊文里面呢，树，好，它就是念作 dendro。好，所以这个 dendrite 就是从希腊文那边演变过来的。好，那神经细胞的树突呢，好，它会来接收讯息，好，它会来接收讯息的。好，所以这里呢，你也可以画一根轴突伸过来，然后来去跟这个树突呢来形成突触的连接。好，那这些树突呢有非常多的点，好，会来接收讯息，好，那这些讯息呢会往这个，好，细胞本体来传送，好，那细胞本体呢自己也会接收讯息，把这些讯息呢做个整合，然后会借由轴突，就是这一根，好，那把讯息传递出去，然后呢透过突触再传给它的下游的那个细胞。好，好，那第三个部分呢就是 exon 轴突，哦，那这个轴突呢，哦，以我们这个模式图，哦，它是从细胞本体那突出来的一根，哦，细长的一个结构，对不对？好，那这个轴突呢一开始从这个细胞本体，哦，凸起来的这个区域呢，哦，这个区域就像我现在，好，框起来这个地方，哦，这个叫做Exon helix， 好，它的中文叫做轴丘，好，有没有听过轴丘？好，那个轴突的轴，丘陵的丘，好，它叫做轴丘，好。那这个轴丘这里呢，有一个特色，就是它是整个神经元呢最容易引发动作电位的地方，好，这一点你把它记一下，好，我们那个，好，记写下来，我们等会儿呢会再谈到。好，轴丘 exon helix， 好，是整个神经元呢，好，最容易引发动作电位的地方。好，然后呢，哦，这根呢，好，轴突的末梢呢，好，就是你看它，我们把它叫做轴突末梢 exon terminal。那你仔细观察一下，这个轴突末梢是不是看起来都有点，好，胖胖的样子，对不对？好，对，那，有的 exon terminal 里面呢，哦，就会有这个 synaptic vesicle， 就是那个突触囊泡，哦，那突触囊泡里面呢就含有这个神经传导物质，哦，那它借由，哦，这个神经传导物质的释放，然后呢，哦，作用到，哦，它下游的神经细胞，哦，好，那另外一种神经，另外神经系统的另外一类的细胞呢，哦，叫做 glial cell， 就是这个神经胶细胞，哦，那它呢，哦，又分成几种，哦，我们举了这边有三种，第一种呢它叫做 astrocytes，哦，那这个中文好像有人把它翻译成星状细胞，星星的天上的星星的星状细胞，哦，那这个 astrocytes 呢它就分布在神经元跟神经的那个空隙之间，哦，那它有什么作用呢？哦，它呢是来帮忙维持，好，神经元外在环境里面的离子的一个平衡。好，好，那另外还有两类的这个神经胶细胞，第一种呢叫做 oligodendrocyte， 好，这个有人翻译成寡树突细胞，好，那个寡糖的寡不是就 oligo 开始头的嘛，对不对？好，那这个叫做寡树突细胞。另外一类叫做 swan cell， 就是那个史旺氏细胞。好，那他们两个呢就会来形成神经元轴突的髓鞘。好，同学应该知道这个神经元轴突，好，有的轴突呢是有这个髓鞘缠绕着，对不对？好，那髓鞘本身并不是来自于这个神经元本身，哦，它是由这两种细胞，神经就是寡树突细胞或者是swan cell 所提供的。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图会比较清楚。好，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这个细胞呢，好，是一个神经元。好，然后呢这根呢是它的一个轴突。
好，那你们看到它的轴突是不是外围呢？是不是有一圈一圈一圈的？好，这个结构，好，这个结构的就是那个髓鞘 myelin sheets。好，那你看在这个地方呢，它画了一个神经鞘细胞，好，这个就是寡柱突细胞，好，这是它的细胞本体，好，那从它的细胞本体有伸出很长的凸起。然后呢，去把这个轴突呢，这根从轴突呢，把它一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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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缠绕起来。好，好，那这个轴突，好，它的功能是什么？轴突呢是具有绝缘的效果。好，绝缘的效果。好，那这个就很像是什么呢？好，这是我们家里面的这个电线。好，比如说，好，那个什么电器的电线，对不对？你为什么手握着这条电线而不会被电到？是因为它外面包裹着那个有那个绝缘的一些材料材质嘛，对不对？好，那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特性就很像是我们神经细胞的一个轴突。好，我们神经细胞轴突呢，好，它会传递动作电位，好，电的讯号。然后呢，外面的这一层一层的这个 myelin sheets 髓鞘就具有绝缘的效果，就很像是好家里的电线外面有那种绝缘的一些好材质包裹着。好，那右上的这个地方呢，好，这个好就是这个轴突的一个横切面。好，然后呢，这个是轴突自己本身。好，然后你看它外围是不是一圈一圈一圈黑色的这样子的哈，把它缠绕住，对不对？好，一圈一圈黑色的这个呢，好，就是 myelin sheets 髓鞘。好，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图。好，这是一个神经元。好，那它的一个轴突这样伸出来。好，那你仔细的看，好，这根轴突呢，有从头到尾全部好一整段都有被髓鞘缠绕着吗？还是有一些好局部的一个小地方是暴露出来的，没有被髓鞘缠绕着，对不对？好，那没有被髓鞘缠绕的地方呢，好，就是轴突暴露出来的这个地方，好，这个就是叫做蓝氏结。好，这个 nose or rever， 好，这个就是叫做蓝氏结。好，那蓝氏结这个地方没有被髓鞘包着，所以呢，它就是不具有好这个绝缘的一个效果。那有髓鞘包着的一个部分，好，才有具有绝缘的一个效果。好，好，那在这个地方，好，是不是这两种神经胶细胞是不是都会来提供它的好，就是把这个好神经元的轴突把它缠绕起来形成髓鞘，对不对？好，那这两个呢有什么差别？好，这个 oligodendrocyte， 好，就是呢，如果一个神经元它是位在中枢神经系统的话，那它轴突的髓鞘就是由这个 oligodendrocyte 所提供的。好，如果一个神经元它是位在中枢神经系统，那它的 axon 的髓鞘就是由这个 oligodendrocyte 所提供的。那如果呢，好，有一个神经元，它是位在这个周边神经系统的话，那它的髓鞘就是由这个 swan cell 所提供的。好，好，那我们的神经元呢，好，它呢，因为它的就是细胞外跟细胞内正负离子的分布的不均等，好，所以它会有细胞内跟细胞外会有一个电位的这个差别。好，那如果一个神经元呢，它是还没被刺激到的一个神经元的话，这时候我们测得到它的一个叫做细胞膜电位，好，我们都把它特别叫做静止膜电位，好 ，resting potential。好，它是指的就是啊，这一个神经元它还没有受到刺激，这个时候呢，我们测得到它的一个细胞内跟细胞外的一个啊电位差，好，这个电位差，我们就把它叫做静止膜电位 （resting potential）。好，那一般呢，神经元的静止膜电位呢，大概是位在-60到-70 millivolt 之间。好，你这边稍微做一个修改，好。millivolt 之间，好，-60到-70 millivolt 之间。好，那我们来看一看，好，如何来测到好神经元的这个
细胞膜电位。好，好，那这个呢，哈，这边呢，彩色的部分呢，哈，是这个比较古老的，哈，的一个装置。好，那他把一根记录电极呢，把它扎进到好这个神经元的轴突的里面，好，然后放了一根比较电极在细胞外的这个部分，那这两个电位差好，就利用示波器把它呈现出来。好，那这个电极的里面呢，好，电极是用玻璃做成的材质，好，它里面会装有一些会导电的一些好离子，好，那可以就可以好测得到这个电位。好，那右下呢，好，是一个好近代的一个装置。好，那同学呢，好，如果我们这个照片可能荧幕可能看不清楚，你的那个讲义应该是看得到。好，你有没有隐约的看到这边有三个细胞，在这里有一颗，这里有一颗，这里有一颗，你的讲义看得到吗？应该看得到吧。好，对，这颗应该还蛮明显，就很像蛋的样子，有没有看到？有没有？好，那这个呢，好，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呢？好，那其实这细胞呢是一个好还具有活性的细胞，好，它还具有活性的。好，那这是一个比较近代的一个好一个电生理的一个装置。好，那它用到的显微镜的镜头好是叫做水镜。好，水镜，好，一般你们好这个学生实验用的这个显微镜的镜头，你可以把它碰到水里，把它埋到水里面去吗？不行，对不对？好，你一定会被老师给什么纠正，对不对？好，好，那它呢？好是这个是我们呢，好把像是好老鼠的脑解剖出来，好，然后呢，这个为了要保持它的一个神经细胞的活性，这个脑呢要泡在冰冷的这个脑脊髓液的里面，好，然后呢，这个脑脊髓液呢还要一直的灌充这个 95% 的氧气加 5% 的 CO2 以维持它神经组织里面的细胞的活性，好，然后把它用振荡式切片机把它切出，好，大概可能就是300个 micrometer 厚的脑薄片，然后把它放到显微镜的载台这个地方。那它的载台也很特殊，它的载台呢，好，必须呢，好，因为要维持这个神经组织的一个细胞活性，所以这个载台呢，好，它是不时的灌充这个我刚刚讲的冰冷的脑脊髓液跟这些刚刚的二氧化碳跟这个氧气的这个混合气。好，然后这个水镜就会埋把它深入到这个液体里面，然后呢，影像就是从呢，好，这个跟这个显微镜连接的这个摄影机，好，然后呢，最后在这个把影像传出到电脑里面，好，你就可以在电脑屏幕下面看到一颗一颗的神经细胞，好，那我就可以选神经细胞，好，来做它的一个记录，好，那在这个地方，你有没有看到有一根什么东西刺向这个神经细胞？有没有？好，那这个呢就是一个玻璃的电极。好，这玻璃电极里面呢，好，就我刚刚讲的有一些啊，就是那个电极液，好，里面有一些离子的一个成分，好，然后来可以来记录这个神经细胞，比如说它的细胞膜电位是多少，或者是记录它这个什么放射动作电位的状况是如何。好，好，那我们刚刚有说，好，这个神经细胞呢，好，它就是呢，它在细胞内外，好，细胞内还有细胞外，好，它的一个正负的一个离子，好，它这个带电的一个好正负的一个离子，它那个分布的不均等，而造成它的一个好细胞膜电位的一个产生，好。那在这个地方呢，哈，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哈，你要记一下，好，数字不一定要记得，要不记得备注，好，记住。但是你要知道说，像钠离子来说，好，它在细胞内的浓度是15个 millivolt， 细胞外是150个 millivolt， 所以呢，就是对钠离子而言，好，它是细胞外的浓度大于细胞内，好，你要搞清楚的是这个，好，钠离子它是在细胞外的浓度大于细胞内，好。
那钾离子呢，好，它在细胞内的浓度有150个 millimol， 细胞外是5个 millimol， 好，所以对于钾离子来说，它是细胞内的浓度大于细胞外。好，那 A 负呢， A 是什么？ A 就是这个蛋白质，好，蛋白质是带负电的，好，它在细胞内有100个 millimol， 细胞外是0。 好，好，那我们来看看，好，我们刚刚是不是提到这个一个神经元，哦，它还没有受到刺激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记录到的细胞膜电位，我们特别把它叫做什么？静止膜电位多少，对不对？好，那还记得静止膜电位是落在多少到多少 millivolt 的 range？ 负多少？-60到-70 millivolt， 对不对？这表示呢，在神经元的静止膜电位，它是呢，好，是在细胞内好是带比较多负电。好，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好，那它有基本上有这两个原因所造成的。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这个是一个神经元，好，这是它的细胞膜，好，那这个是神经元的内部，这边是外部，好。那在神经元细胞膜上面呢，有一种钾离子通道，好，这是一个钾离子通道，好，那它是写钾离子通道，表示这个离子通道它是会让，好，只能让这个钾离子进出，好，这离子呢，好，不能够随意的，好，就进出细胞膜，好，它比如说它必须要透过像是离子通道的，好，才能够进出细胞膜。好，那这个钾离子通道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好，它没有任何的一个闸门，好，就是好会来阻断这个通道的那个通行。好，通常离子通道呢会有一个叫做 gate， 好， gate 就是好，有没有那个坐过飞机登机门叫做什么 gate， 对不对？好，那通道的闸门叫做 gate。 好，那很多离子通道它都有一道门，好，然后呢这个门呢有时候是开启的，有时候是关闭的，好，当它开启的时候呢，这通道才会通畅通，离子才能够进出。如果这个通道的闸门是关起来的话，那这个通道是阻塞，所以离子就不能够进出。好，那现在我们说的这个钾离子通道呢，好，它是没有闸门的，好，所以它是随时都可以让钾离子进出，对不对？好，那这种钾离子通道呢叫做 leak protection channel。 好，你们，我想你们应该都知道 leak 中文意思是什么， leak 的中文意思是什么，漏的，对不对？好，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考虑钾离子。好，我们刚刚呢是不是透过这个表格知道钾离子，好，它是在细胞内的浓度大于细胞外，对不对？好，那钾离子的浓这样子就形成它有一个浓度梯度，所以它就会从高浓度的细胞内，然后经由这个 leak protection channel， 然后流出来到细胞外，对不对？好，那钾离子是带正电的嘛，对不对？那在正电的一直流出去，流出去，那是不是就会来造成神经细胞的内部会相对会带比较多负电，对不对？好。那这个就是第一个，还会来造成好神经元的静止膜电位，好，它是落在-60到-70 millivolt 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好，我们刚刚从这个表格是不是看到，是不是好这个蛋白质，好，它是带负电，对不对？它都是好位在哪里？位在我们神经细胞的内部，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就是第二个原因，好，就是那个带负电的蛋白质，好，它呢都是它是位在这个分布在我们神经细胞内部，那它不能够跑出去到细胞外，好，所以这个呢，好，就是呢第二个来造成，好，这个我们的静止膜电位 resting potential， 好，它会落在-60 millivolt， 好的另外一个原因。所以呢，好，这个神经细胞，哦，它要来维持，哦，我们这边表格这边写的钠离子，它要永远要维持细胞外的浓度大于细胞内，然后呢要来另外也要来维持钾离子的浓度，它在细胞内的浓度大于细胞外，哦，那它呢，哦，就是要靠一个叫做钠钾 active transport pump 来维持。好，那这个钠钾 active transport 的 pump 呢，它的一个好就是任务，就是要来维持钠离子，好，
它在细胞外的浓度要永远要大于细胞内，好，然后呢钾离子，好，它在细胞内的浓度要永远高于细胞外，好，那这里写一个 active， 对不对？就表示什么？它的运作是要耗能的，好，我们神经细胞，好，产生出来的这些 ATP 很多很多都是花在，好，这个，好，钠钾 active transport pump 的运作上面，所以可想而知，好，要来维持神经细胞，好，它的钠离子浓度永远在细胞外，好，大于细胞内，钾离子的浓度，好，它永远要在细胞内大高于细胞外，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那我们来看看它如何来运作，好，这个简称钠钾 pump。好，那在这里呢，好，这是细胞膜，这边是细胞内，好，这边是细胞外，好，那一颗一颗黄色的呢，好，就是那个钠离子，好。那一颗一颗蓝色的这个就是钾离子，好，那这个钠钾的这个 pump 呢，它一次呢会将三个钠离子，好，从细胞内，好， pump 出细胞外，同时也会将，好，两个钾离子从细胞外 pump 回细胞内，好，那它就是这样运作的，好，好，那我们接下来看这个这三个模式图，好，这个呢最左边的这个，好，这里呢这道这个呢就是代表的细胞膜，好，那左边在细胞内，右边是细胞外，好，那这里可以看得出来，在细胞内呢是钾离子浓度比较高，好，然后里面又会有带负电的蛋白质，对不对？好，然后呢你看哦，现在这个细胞膜上面有没有化离子通道？有吗？没有，对不对？好，那没有化离子通道，但是现在有没有钾离子的浓度梯度出来？有。可是呢，我们刚刚说离子能不能自由的进出细胞膜？不行，对不对？所以呢，现在没有离子通道的话，钾离子可以从细胞内跑到细胞外吗？不行。好，那中间这个状况，好，现在细胞膜上面是不是有这个钾离子通道？对不对？又加上钾离子呢，它是在这个细胞内的浓度高于细胞外，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呢，细胞内的钾离子是不是会经由这个钾离子通道跑到细胞外，对不对？好，所以呢，它这个是不是就是有一股是因为有浓度梯度这个原因来造成驱动这个钾离子移动的一股力量，对不对？好，这个可以驱动离子移动的力量，好，我们会把它叫做英文叫做 driving force。好，那中间的图这个 driving force 是来自于，好，这个浓度梯度造成的一个原因。好，好，那现在呢，好，这个钾离子，好，就是从细胞内流出到细胞外，但是呢，所以呢，它细胞外会累积到一个程度，这个钾离子它非常的一个多，好，那这个钾离子阵阵会相斥，它会再将这个细胞外的这个钾离子再把它 push 回细胞内，那这道因素是因为，好，这个那个正离子真正离子相似造成的一个结果，所以它是来自于当时的细胞膜电位，好，来驱动这个钾离子从细胞外再流回去细胞内，好，这样子，好，所以从这里总结，好，我们可以知道说，来驱动一个离子进出细胞膜的，好，会有两股就是两个 driving force， 第一个是来自于，好，这个浓度梯度的这个原因，那这个原因它是恒定的，因为我们刚刚说它会靠着什么钠钾的 pump 去维持，对不对？好，第二个原因是会依赖着当时的细胞膜电位，好，然后呢这个这股来自于细胞膜电位产生的 driving force 是会变动的，因为细胞膜电位会一直在做变动，好，那当流出去的这股力量，这是来自于 concentration gradient 的，好，这股力量我们可以说是一个 chemical 方面的来自的力量，好，跟这个 membrane potential 来造成，好，这个细胞外的钾离子再推回去细胞内，它这是来自于，好，细胞膜电位造成这股力量，我们可以说是一个电 electro 好，这股力量达到一个平衡的时候，这个时候的细胞膜电位我们会把它叫做 P
平衡电位，好 ，equivalent 就平衡的意思。好，那平衡电位就是后面再加一个 potential， 好，所以叫做 equivalent potential。所以这个时候它就会达到电化学的平衡。好，那如果同学还不是清楚的话，这个图就会非常的一个清楚。好，这中间就是一个细胞膜，好，然后呢，这边是细胞外，左边是细胞外，好，右边呢，这里是细胞内。好，然后呢，钾离子的浓度梯度分布是细胞内的钾离子浓度大于细胞外，对不对？好，好，然后细胞内是不是也有那个带负电的蛋白质，对不对？好，那这个钾离子呢，好，它呢是会靠着它的浓度梯度这个因素，然后呢从细胞内跑到细胞外，对不对？好，那这个就是由一个 concentration gradient 造成的一股好驱动钾离子移动的力量。好，然后呢，当细胞外的钾离子非常多的时候，这里面细胞外的太多正电，它就会来 push 好这个钾离子再回这个从细胞外 push 回细胞内，像这个就是一个电的好 electrical gradient 造成的一股力量。当这两股力量达到平衡的时候，就是钾离子的平衡电位。好，所以这个时候静电流就等于零。好，静就是那个三点水，好，那个静干净的静吧，对不对？好，静电流等于零。好，那我们就说这个时候就是达到电化学平衡。那钾离子的平衡电位是-80 millivolt， 这个是可以用公式算出来的。好，你们以后上生理学，你们知道你们以后会上到生理学吧？大二吗？你们大二上的吗？搞不清楚，大三才上啊。好，那时候应该就会教到。好，这个可以用一个公式算出来。那钾离子的平衡电位是-80 millivolt。好，所以当我们测得到，好，就是一个神经细胞，它的细胞膜电位现在落到-80 millivolt 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你不会测到任何的钾离子的电流，好，它静电流会等于零。好，那每一个离子它会有它自己的平衡电位，那它就会朝着它的平衡电位这个目标来做努力。好，那你看钾离子的平衡电位是-80 millivolt， 对不对？所以钾离子是不是都要拼命的从细胞内要跑出去细胞外，对不对？好，所以这也是造成说我们在静止膜电位的情况之下，好，静止膜电主要是钾离子在进出细胞，所以呢，静止膜电位是-60 到-70 millivolt， 是不是比较趋近于钾离子的平衡电位？好，好，那钠离子的平衡电位是正-62 millivolt。好，好，那我们来看，当一个神经细胞呢，它受到刺激之后，那它的细胞膜电位会做什么样的改变？好，它的改变有两个可能，一个是比原本的还要更正，那或者是比原本的更负。好，如果它变得细胞膜电位受到一个神经元受到刺激之后，它的细胞膜电位比原本更正的话，我们就说它发生了一个叫做去极化，好，去极化 depolarization， 去极化。好，那什么样子的离子好会来造成神经膜电位变得更正，就是去极化呢？是不是可能就是一个带正电的钠离子从细胞外跑到细胞内，对不对？好，但是钠是带正电，那它呢从因为我们刚刚知道钠离子浓度是在细胞外的浓度大于细胞外的钠带浓度带细胞内嘛，对不对？那带正电的钠离子会流进来到细胞内，是不是就会来造成细胞内盖更多正电，然后就是会来造成细胞膜电位的一个去极化。好，那跟去极化相反的就是叫做过极化。好，它就是好它的神经元受到刺激之后，好，它的细胞膜电位比原本的还要更负，对不对？好，那更负可能是什么离子造成的？好，那可能比如说是像一个带负电的氯离子。好，通常氯离子呢，它在细胞外的浓度是高于细胞内。好，所以带负电的氯离子，好，从细胞外流进到细胞内的话，是不是就会来造成细胞内带比较多负电，对不对？好，那它就是会来，就是来造成一个过极化的一个原因。好，那
当一个神经细胞，哦，那它如果受到刺激，哦啊，如果呢它发生了一个去极化的一个改变，哦，也就是神经细胞的细胞膜变位变得更正，那这个更正的这个变化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然后冲破了一个叫做阈值膜电位的话，那它就会成功的引发动作电位。好，那这里动作电位英文就叫做 action potential。 好，那所以 动作电位呢，就是当神经细胞受到刺激，然后呢它呢好发细胞膜发生一个去极化的改变。好，那这个去极化的改变呢有大于阈值膜电位，那它就会成功的引发动作电位。好，那引发动作电位，这个动作电的引发呢，好，跟两种离子通道呢息息相关。好，第一种就是叫做这个 voltage gated sodium channel， 好，它就是中文把它翻译成电位依赖型的钠离子通道。好，那另外一种呢，好，它叫做 voltage gated potassium channel， 好，中文就叫做电位依赖型的钾离子通道。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电位的一个波形。好，这个好，这个桃红色的就是一个动作电位。好，我们来看到它的一个 X 轴代表的时间，它的时间单位是 millisecond。 好，然后呢它的纵轴写的是细胞膜电位，对不对？好，它的单位是 millivolt。好，那这一条线呢你可以再往左边延伸一点，好，代表它是在静止膜电位时候。好，你在这里有没有看到它这里呢，好，有两条虚线，对不对？好，下面那条虚线的就是代表的静止膜电位。好，你看它对到哪里，负70mV， 对不对？好，另外一条呢，上面这一条，好，这一条虚线呢它代表就是那个阈值膜电位。好，那我们看当一个神经细胞，哦，它在这个时间呢受到刺激，哦，那我们看到它的细胞膜电位变得越来越正，就是表示发生了去极化，对不对？哦，那它的去极化呢，哦，有大于阈值膜电位，然后呢它就会成功的引发动作电位。哦，如果它去极化的幅度没有大于阈值膜电位，它就不会引发动作电位。好，所以呢，好，你们以前如果上了动作电位，好，老师是不是跟你们说动作电位的形成是遵守什么定律？全有或全无，对不对？好，它的意思就是，好，动作电引发，好，一定啊要去极化大于阈值膜电位，就会成功的引发动作电位。如果没有啊，大于阈值膜电位，就根本不会引发任何的动作电位，哦，所以这叫做全有或全无，哦，英文就叫做 all or none。 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动作电位的波形。好，它呢大于阈值膜电位，然后之后还继续的去极化去极化去极化，对不对？好，然后这到达了动作电位的最高峰。好，那最高峰之后呢，你会看到这个细胞膜电位就会逐渐越来越负，对不对？它会再降回来到静止膜电位。好，那从这个动作电位的最高峰，好，细胞膜电位又降回来静止膜电位，这段期间呢我们把它叫做再极化。好，那接下来，好，我们再继续看它的细胞膜电位降回来到静止膜电位还不够，它还继续降，对不对？然后呢又回来到静止膜电位，这段期间我们说它发生了过极化的一个改变。好，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非常有名的实验。好，它给予三个正电流，好，下面就是给它正电流刺激。好，我们这个叫做方形波，它给了三种不同强度的正电流，然后来刺激神经细胞，然后呢看看他们的好神经细胞的一个反应是如何。好，你们看到这个最小的正电流刺激，还有第二小的正电流刺激，好，它都有造成神经细胞发生去极化的改变，但是有没有大于阈值膜电位？没有，对不对？好，所以这两个好是没有办法成功的引发动作电位。好，当他好，他给他最强的是这个刺激，然后他的细胞膜电位去极化有大于阈值膜电位，那就会成功的引发动作电位。好，好，
那这里呢，纵轴就是细胞膜电位，哈，你看它是从负七十最高正五十，中间是这里是零，对不对？好，零这以上的这一段，好，我们把它叫做 overshoot， 好，好。那另外一个实验，好，这也是给它三个正电流的刺激，好，然后呢，这个最小的这个刺激，好，是它让细胞膜电位发生去极化。但是没有带阈值膜电位，所以没有任何的动作电位的产生。好，那这个刺激跟这个刺激，好，你看它有一根一根的这个产生，对不对？一根一根的就是动作电位。好，然后呢，它们两个都有产生动作电位。那你们看到，好，这个动作电位，好，这个放射动作的电位的频率是不是跟刺激的强度有成正比？好，你看呢，这个最强的刺激，它引发的动作电位的频率显然是大于这个刺激引发的动作电位的频率嘛，对不对？好，好，那我们呢，好，这个动作电位呢 ，action potential。那我们都会说放射神经细胞放射动作电位，放射动作电位那个英文呢，动词就是叫做 fire， 好 ，fire 这个字，好。那我每次讲到这的时候，我就会问同学，哈，你们有没有看过那种就是那个什么哈比较古老的西部片，在描述那种像是什么英法战争啊，或者美国独立战争的那种的电影，有没有看过？啊，有看过吗？我没有看过爱国者，反正你就看到就是以前在打仗，然后呢带一部那个算是什么这个一个士兵，那每一个士兵拿一根长枪，然后呢不是就有一个指挥官，对不对？然后呢他们排成一列，对不对？然后呢这指挥官就会念就喊出 fire， 他们就砰一声。有没有看过这样电影的情节？有，对不对？好，那动作电位就这样砰一个出来，冒一个出来，然后那个就是那个动词就叫做 fire， 好，对。那动作电位的频率呢？好，我们都会讲成 firing rate， 好，好。那今天呢，为什么我们有这个有关于这个动作电位的这个哈、这个课程的内容，可以跟同学来传授就是好、就是分享的哈、就是好、有这两个科学家哈、他们的研究的一个成果哈、第一个呢哈、他就是叫做 Alan Hodke 哈、第二个呢叫做 Andrew Huxley 哈、那他们两个呢哈、是这个英国人哈、那他们从事有关于这个动作电位的研究呢是在二次大战之前哈、那时候呢是他们是在英国南部的一个靠港的城市哈、那谈到英国呢最近就好电视新闻常常在讲嘛，对不对？好，你们知道吧？好，那英国的国土长什么样子，同学有没有概念？有，好，那他呢？他英国南部是不是跟法国中间隔了一个什么什么海峡？英吉利海峡。好，那他们呢，在南部一个靠港的一个城市叫做普利茅斯的地方啊、来从事这个研究啊、那他们呢，哈、选用什么啊、哪一种生物来做他们研究的对象？好、他们选用这个乌贼。好，那为什么要选用乌贼来做实验呢？哈、因为乌贼你体内有一根非常非常粗的轴突，哈、粗到可以用这个 joint 这个字，哈、来做形容，哈、它到底有多粗呢？哈、它的粗可以达到一个 mm 的，哈、的一个厚那个宽度，啊，一个 mm 就是什么？同学应该铅笔盒应该都有一根尺吧，对不对？尺的最小的刻度就是什么？一个 mm， 对不对？好。那这根轴突的一个宽度哈，哦，就是有就是一个 mm， 好，那肉眼可不可以看得到？可以，好，那刚刚我们一开始比较前面的时候有没有跟同学讲比较古老装置怎么测得到哈神经细胞的一个活性？是不是要把一根记录电极扎到轴突的里面，对不对？好，那他们使用乌贼，所以他的这个 joint axon 很粗，对不对？所以他就可以呢直接的用肉眼，是不是就可以将记录电极把它扎到轴突里面，对不对？好，方便他们做实验。好，那他们呢，好，就是后来呢这个研究的工作呢，好，就是遇到了二次大战，会被迫终止。好，那在二战期间呢，好，这位这个
Alan Holdkin 呢，好，他被这个英国政府征召，好，征召他去做什么事情呢？好，去研发雷达，好，你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好，征召一个生物学家来研发雷达，一般好想到要研发雷达，你认为要什么方面专长的人？啊，物理啊，或什么那种的，对不对？电机啊，对不对？好，可是呢，神经细胞哈，它会传递那个电的讯息，它的行为就好像电线一样，对不对？好，那阿拉霍德基呢，他数学、物理、生物都非常好，好，所以呢，好，现在讲听起来，好，英国政府呢，好，会请他去研发雷达，也不是很令人好 surprise 的事情，好。那么，这两个人呢，哈，后来呢，在1963年的时候呢，哈，获得这一年的诺贝尔的这个生理医学奖，哈，那就是因为呢，哈，他们就是从事了有关于动作电位的相关的研究，把这个动作电位的引发好的一个机制，哈，把它搞得非常的一个清楚，哈，所以就把这个1963年那一年的生理医学奖了颁给他们两个人，好。那动作电位 action potential， 有时候我们会把它叫做这个 electrical impulse， 好，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他们的一个发现，好。那这个呢是一个动作电位，好，然后这个是动作电位最高峰的地方，好。那在这里我们画一条虚线，这条虚线的左侧，好，就是动作电位一开始要引发的时候，然后呢，是不是一路的去极化、去极化、去极化，然后到高峰，对不对？好，那这个过程当中，去极化的过程当中，主要是什么离子进来细胞内？钠离子。好，那在这里呢，就他们记录到的，好，这个就是一个一个的，好，电位依赖型的钠离子通道打开了之后，让钠离子进入到细胞，好，记录到的钠电流。好，把这些钠电流整合起来就是这些。好，所以看得到呢，一个动作电位，好，它一路去极化的过程当中，就是因为有好细胞外的钠离子进入到细胞内，好，让细胞膜呢一路的去极化，甚至大于阈值膜电位，然后最后成功引发动作电位。好，那这个动作电位到达最高峰之后，好，它的细胞膜电位就一路的负负负负负负，对不对？好，这段期间呢是什么离子出去造成的结果？钾离子，好，从细胞内流出去造成的结果。所以这个图呢，好，就是他们记录到电位依赖型的钾离子通道。好，那这就一个一个电位依赖型的钾离子通道打开之后，让细胞内的钾离子好流出去，好，然后记录到的这些流出去的钾电流，把这些流出去的钾电流来做个整合，就是这些。好，所以在这里就会看得到呢，好，在动作电位的第一开始时间，好，一早初期的时候，细胞膜电位的一个一路的去极化，就是有大量的钠离子进来到细胞造成的结果。然后之后呢，好，高峰之后，好，细胞膜电位，好，是不是好先再极化再过极化，这段期间就是钾离子好不断的流出去造成的一个结果。好，那我们来看看，好，所以这个动作电位一开始的时候呢，好，这细胞好受到一点刺激，神经元受到刺激，发生了一个去极化。好，那这个去极化它会来造成钠离子的通透性变好，好，这里是一个小 g， 对不对？好，这个就代表的是一个离子的通透性。什么叫做钠离子通透性变好？就是表示呢，有一些好电位依赖型的钠离子通道的打开。好，我们刚刚说离子不能够自由进出细胞膜嘛，对不对？是不是要靠离子通道？好，那你现在有这个电位依赖型钠离子通道打开，所以钠离子是不是就可以从，因为它的浓度梯度的关系会从细胞外流进来到细胞内，那所以就会有一个因沃sodium current 的产生，往内流的钠电流的一个产生。你们看到这些啊，这些它是看起来好像由外而内的样子，有没有？好，那流进来的这些钠电流，它就会再造成细胞膜再进一步的一个去极化。那这个进一步的去极化，
它就会再来打开更多的电位依赖型的钠离子通道。好，那钠离子是在细胞外浓度带细胞内，所以就会有一个往内流的钠电流产生，然后再进一步的一个去极化，所以它可以在这个短时间之内去极化的幅度会大于阈值膜电位，然后之后就可以成功引发电动作电位。好，那当动作电位到达最高峰的时候，所以去极化到达这个最高峰的时候，这时候呢反而会来打开一个叫做电位依赖型的钾离子通道，所以这时候钾离子的通透性变好，所以呢那钾离子呢它是在细胞内的浓度大于细胞外，所以就会有一股向外流的钾电流的产生，对不对？好，那钾离子带正电是不是会造开始流出去，是不是就会来造成神经细胞内是带更多负电，所以你会看到细胞膜电位一路的负负负负负。好，好，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两个好跟这个动作电位息息相关的离子通道，它的结构还有它的一个特性是如何。好，首先我们看到的是电位依赖型的钠离子通道，好，它的一个缩写就是 NA， 然后 V， 好，这个 V 代表的就是 voltage gated 的意思，好，你要比它写一个小 V， 然后矮一点，好，那这种电位依赖型的钠离子通道的结构，我们来看就这个，好，这个是它的细胞膜，好，那它这种电位依赖型的钾离通道，它有两个 gate， 两股闸门，好，第一这个闸门呢，我们就是在这个细胞膜这个地方，好，它叫做 activation gate， 好，另外一个 gate 呢，好，是在细胞质的这个地方，细胞内，好，它叫做 inactivation gate， 好，那我们看一下，当细胞膜电位等于负70 millivolt 时候，这里是不是有一个写一个 Vm？ 有没有看到？好 ，Vm 就是代表的细胞膜电位。好，细胞膜电位的代号就是叫做 Vm。V 要大写 ，M 要小写。好，细胞膜电位等于负70 millivolt， 负70就是相当于什么？什么电位？静止膜电位，对不对？好，这个时候呢，它的这个 activation gate 是关起来 ，inactivation gate 是打开。好，但是呢，这个时候通道是什么？好，阻塞的，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时候那可不可以从细胞内外流到细胞内？不行。好，当细胞膜电位有一个去极化的改变的时候，这时候呢，好 ，activation gate 会打开。好，那 inactivation gate 本来就打开了，对不对？好，所以这时候这个通道的是畅通的，对不对？那钠离子是不是就可以从细胞外流进到细胞内，对不对？好，那当呢，好，细胞膜电位好。它到达了，你这里可以写说是相当动作电位的最高峰的时候。那这个最高峰的时候呢，你注意看 ，activation gate 现在怎么样？好，把通道阻塞。好，所以这个时候 inactivation gate 是关起来的，对不对？好 ，activation gate 是开的。好，那这个时候我们把它说，这个就是这个电位依赖型的钠离子通道处在不活化的状态。好，它不活化的状态的特性就是 activation gate 是开 inactivation gate 是关。好，这时候这个那个通道还是阻塞的，对不对？所以那有没有办法从细胞外流进来？不行，对不对？好，那这样子就会造成细胞膜电位呢，好，它呢好会越来越负，当它又负回来，好，细胞膜电位是处置负70 millivolt 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inactivation gate 会打开 ，activation gate 关起来。好，好，所以从这个图里面呢，你有没有就会了解为什么这种钠离子通道，我们还要特别用电位依赖型的钠离子通道来描述？因为好，它的通道的一个闸门是不是受到当时的细胞膜电位来影响，对不对？好，好，那另外一种呢是叫做电位依赖型的钾离子通道。好，那它的结构比较简单，它的闸门就有一个而已，好，就是差不多在细胞膜这个地方。好，那当细胞膜电位是处在静止膜电位的时候，通道闸门是关的。好，然后呢，当它呢，细胞膜电位好，就是比如说到达动作电位最高峰的时候，
通道的闸门呢是打开。好，那钾离子是在细胞内的浓度大于细胞外，所以这个时候就会有钾电流往外流的钾电流出来了，对不对？好，那当细胞膜电位又复回来到这个静止膜电位的时候，这个通道的闸门又关闭。好，所以呢，这个电位依赖型的钾离子通道，它的通道的 gate 闸门的开启关闭，是不是也会受到当时的细胞膜电位来影响，对不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好，这个这两个，好，这个离子通道，好，它们在整个动作电位形成过程当中，好，它们的一个开启关闭的一个状况。好，那我们来看，好，这个呢，好，现在呢，好，我们的神经元受到一点刺激，细胞膜电位有发生一个去极化的改变。这去极化呢，就会来造成这个蓝色，这个就是电位依赖型钾钠离子通道，好，它的 activation gate 的打开，好，所以呢，就会鼓好往内流的钠电流进来，对不对？好，那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好电位依赖型的钾离子通道，它的 gate 闸门是关闭的。好，那这股往内流的钠电流的进来，是不是就会驱动细胞膜电位再更去极化一步，对不对？好，那它就会再打开更多的电位依赖型的钠离子通道。好，那是不是造成更多的向内流的钠电流进来？好，那就会造成细胞膜电位的去极，更进一步的去极化。那这个更进一步的去极化，如果大于阈值膜电位，那是不是就会成功引发动作电位？好，那这个更进一步的去极化，是不是就会更打开更多的电位依赖型的钠离子通道，对不对？好，所以这时候细胞膜电位就一路去极化，去极化。那在这个时候呢，好，这个电位依赖型的钾离子通道闸门是关起来的。好，那当好它到达了动作电位的最高峰的时候，好，到达动作电位最高峰的时候呢，这个电位依赖型的钠离子通道它就处在不活化的状态。好，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是这个 inactivation gate 是关起来的，对不对？好，那这然后呢，在这个时候呢，钠电流就没有办法进来了。好，那在此时此刻呢，这个旁边的电位依赖型的钾离子通道，它的闸门打开来了。好，所以呢，就会有一股往外流的钾电流出去。好，那钾是带正电，那它是不是就会来造成细胞膜电位的一路负负负负负，对不对？好，然后呢，当它负回来到又回来到静止膜电位的这个时候，这时候呢，这个电位依赖型的钾离子通道呢，好，它会开始关闭。好，那这个时候，这个电位依赖型的钠离子通道，好，它呢又恢复成 activation gate 关起来， inactivation gate 打开。好，那这个电位依赖型的这个钾离子通道，好，你要想象一下，细胞膜上面不会只有一个电位依赖型钾离子通道，它有好多个，对不对？好，然后他说关并不是好像单兵一样全部都关，好，它是逐渐关的，懂吗？好，所以就会有一些关，有一些还没关，知道吗？好，那个还没关的，是不是可以继续就会让钾电流流出去，对不对？好，那所以就会造成后面的这段 hyperpolarization， 然后再恢复到回来到静止膜电位。好，好，那这个图呢，哈，你的同学回去的时候，可以好好的，好利用这个图，好来帮你来复习一下整个动作电位，好它的一个发生的过程当中是好有哪些离子出去，有哪些离子进来，好造成的一个结果，好。所以同学，好听了我刚刚的讲解，好，那你认为呢？好，在动作电位产生过程当中，决定一个神经细胞能不能成功的产生动作电位，是靠哪一个离子通道造成的？哪一个？那电位依赖型的钠离子通道，对不对？好，你们都很聪明。好，那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跟你们叫你们要记住一句话，就是什么？整个神经细胞哪个地方最容易引发动作电位？轴丘。好，那你们刚刚又说，动作电位引发主要就是要靠着电位耐型耐离通道打开嘛，对不对？那你可以推测出轴丘那个地方是怎么样？怎么一回事？轴丘那个地方怎么样？
为什么这么容易引发动作颠位？那里指的什么？哦，你要说电位依赖型那里通道，它的一个数量或者是密度最高，对不对？好，对，你们都很聪明。好，啊，讲离子通道要把全名讲出来哦。好，我们离子通道很多型的，好，知不知道？啊，好，那我们就来看看哈，一个动作电位呢，哈，它最容易就在这个轴丘这边引发出来之后，哈，这个动作电位。如何沿着轴突那一直传，最后传到轴突末梢。好，那这个传递呢，好，它我们就用 propagation 这个英文来做，好，再做描述。好，好，那我们来看，好，这是轴丘这个地方，好，它现在这里呢成功的引发动作电位，那是不是就有大电流进来，对不对？好，那大电流是也是就是一种电流，那电流呢就会在这个轴突的里面流动。好，那它呢是一个正电流，它就会来好影响旁边这块细胞膜。好，那这块细胞膜就会受到影响，就会好发生一个去极化的改变。好，那这个大电流还没流到这个部这块的这个区域的细胞膜，所以这个时候这块这个地方的细胞膜还是处在静止膜电位的状态。好，那这时候是时间零的时候，那等到时间一的时候呢，原本在轴丘的这块细胞膜它是处在什么这个再极化的状态，所以这个时候是有这个往外流的假电流出去，对不对？那原本呢在时间里的时候这块的细胞膜是不是它去极化，那它去极化是不是就会打开这边细胞膜上面的电位依赖型钠离子通道，对不对？让钠电流进来，对不对？好，那钠电流进来，如果进来的一个去极化的幅度有大于阈值膜电位，是不是就可以成功引发动作电位？好，那进来的这个钠电流呢，它会往右边流动，也会往左边流动。好，那它往右边流动呢，它会影响到这边的这细胞膜，让它发生微幅的去极化。好，好，那往左边流过来的这个钠电流呢，好，你注意看，它是刚好会这个时候这块的细胞膜上面的电位依赖型钠离子通道，它正是处在不活化期 （inactivate） 的时期。好，那这个时期通道的闸门是关闭的，对不对？好，那这时候呢，通道闸门关闭，即使有一股正电流会来影响它，可是它通道闸门是关闭，所以呢，它也不会在这个时刻引发下一个动作电位。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不反应期的产生。好，什么叫不反应期呢？好，这个是一个动作电位。好，从它最高峰开始。好，到又回来静止膜电位这段期间，好，因为那个电位依赖型的钠离子通道是处在 inactive 的状况，就是不活化的期间，就是它的 inactivation 是关起来的时候，所以它整个通道是阻塞的，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即使有一个正电流又来兴奋它，那因为它电位赖型那里通道阻塞，所以也不会让任何的钠电流流进来，所以在这段不反应期的期间不会产生下一个动作电位。好，好，所以这就叫不反应期。好，所以不反应期就是说有一片刚刚才产生一个动作电位的细胞膜，它不会在这个不反应期间再产生下一个动作电位，懂吗？好，因为为什么呢？这段期间就是正好那个电位依赖型那里通道处在不活化的期间。好，好，所以动作电位呢它就不能够逆向回来的，对不对？所以它就会从轴丘一直传一直在传到这个轴突末梢。好，好，那这个图呢你也可以利用这个图回去好好的来复习一下。好，这个动作电位如何沿着轴突这样一直传过去。好，那个我们是不是有说到有一些神经元的轴突外面是有一圈一圈一圈的什么髓鞘包着的，对不对？好，还记得髓鞘的功能是什么？绝缘，对不对？好，那你看哦，这些呢就是电流，对不对？那电流呢是不是也会这样流出去，对不对？好，那电流流出去是不是也会这样流失掉？好，
那有人呢就来比较一下哈，有髓鞘孢子的轴突跟没髓鞘孢子的轴突，他们呢好传递动作电位的速度有没有差别？好，就发现呢有髓鞘孢的轴突好比没有髓鞘孢子轴突传递动作电位的速度好快很多。好，好，那我们来看一个动作电位如者和沿着有髓鞘的轴突来传递。好，好。那我们刚刚有说到，好，我们神经细胞的一个轴突，它不会好整段好都全部都会被髓鞘包着，有一些局部的小地方是暴露出来的，对不对？好，暴露出来这个地方，我们把它叫做什么？蓝视结。好，那有蓝视结的地方，好，就是没有髓鞘包着，所以它的细胞膜上面就会有好离子通道。好，这个蓝色的，知道它是哪一种离子通道吗？这个定位依赖型的钠离子通道，对不对？那绿色的呢，就是那个定位依赖型的钾离子通道，对不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好，现在呢，这里呢，在这个蓝视结这个地方，好，你看大量钠电流进来，让它去极化带阈值膜电位，成功引发动作电位。好，那这个钠电流呢，它会在轴突里面流动。好，那这个地方它就是会遇到有髓鞘孢子的地方，所以有髓鞘孢子的地方是绝缘，电流会不会从这边流出去？不会，它就会到这个好这个蓝视结这个地方，对不对？好，那蓝视结这个地方是不是就会有离子通道分布，对不对？好，那这个钠电流就会来造成这边的细胞膜电位的一个去极化。好，那让大电流进来，然后如果带阈值膜电位，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引发动作电位，对不对？好，好，那所以呢，在这里呢，它就会让这个好下一个蓝视结好引发动作电位，那电流进来，然后呢遇到有髓鞘孢的地方，电流是不能出去，它只有到这个下一个蓝视结这个地方，对不对？然后来引发细胞膜去极化，让大电流再进来，好，然后大于阈值膜电位又可以在这个地方成功的引发动作电位，对不对？好，所以动作电位在这个有髓鞘孢着的轴突的话，好，它是怎样？它一开始是好在轴丘这个地方引发第一个动作电位，接下来就会在这个蓝视结这边引发下一个动作电位，然后会在下一个蓝视结这边引发动作电位，对不对？好，所以呢，好，我们就用这个 Cellular Conduction 来形容，好，在有髓鞘的轴突上面，好，动作电位看起来好像是从一个蓝视结跳到下一个蓝视结样子传递，这样知道吗？好，那动作电位真的用跳的吗？不是。好，不是，好，它只是好会在蓝视结这边引发动作电位，然后会在下一个蓝视结那个引发动作电位。好，那所以呢，好，这个你们啊进来中山医学系，有人是因为指考进来的吗？哦，里面有一题就是这一题，知道题目是什么吗？啊，看到这个图，知道我在讲哪一题目吗？啊，当然今年的啊，你去年的吗？今年的生物指考题目，还会记得有一首诗，啊，指考生物题目啦，哈，有没有印象？好，题目这首诗是什么诗？念一下。什么风什么烽火，对啊，烽火连三月，家书顶万金啊，对不对？啊，古老的帝国那个时候有网路吗？没有，怎么传递讯息的？是不是靠着烽火台？好，然后呢就是放个烽火，对不对？那这个烽火台放了烽火，然后传递讯息，然后这边的这个烽火就再放一把烽火出来嘛，对不对？好，然后他问你这个烽火台相当于什么啊？神经细胞轴突上面的哪里蓝视结，对不对？答案就是问你啊，烽火台就是蓝视结。好，同学有没有写对？应该对吧？不然考上医学系
对不对？哦，好。好，那动作电位呢就是这样子，那个一路是这样传递，好，然后呢，好，传到这个轴突的一个末梢，好，然后之后呢，好，这个讯息呢就透过一个突触的这个地方，将讯息传递给它的 package cell， 好，好，那所以呢，好，这个把讯息传给别人的。哦、它是位在突触之前，所以英文就叫做 presynaptic cell、哦、所以这个突触前细胞就是来负责传递讯息的、哦、然后呢那个接收讯息的那个神经元呢它是位在突触后，对不对、哦、所以英文就把它叫做 postsynaptic cell， 突触后细胞、哦、好，那这里呢，好，这个突触呢，就是一个神经元将讯息传给它的下游，好的一个神经细胞或神经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域，这样子不知道？好，然后它念作 synapse， 好 ，synapse 是美国发音，好，那英国发音呢？猜猜看要怎么念？啊，英国叫做 synapse， 对。好，那我们的突触呢？哈，有两种种类。好，为什么同学到现在都纷纷离开来了？哈，还有我觉得好像要那个，哎，讲到这里就可以了，这个感觉。哈，什么？他们要干嘛？他们今天就有活动吗？今天跨年？不会吧？今天不是30号吗？想哪个位置？跨年的位置啊、哦？那不办变冰棒了吗？要去哪里抢那个什么？哈，那个叫什么？花莲真的要去花莲？真的还是假的？啊，还是要去台东听演唱会？有人要去台东的吗？哦，好，没有那么疯狂。好。那我们的突触呢分两种种类，好，第一种叫做 electrical synapse， 好，第二种呢叫做 chemical synapse， 好，那这个 electrical synapse 呢，好，突触的一个样子呢就是，好，这边是突触前，这边突触后，中间就是突触的地方，好，然后呢你看它这里有一座一座的，好，这个构造呢叫做 gap junction，好，那这个 gap junction 形成 gap junction 最基本的一个单位，好，就是 connexin， 好， connexin 是一种蛋白质，好，它大概有6个 connexin 会形成一组 connexon， 好，然后在突触前这边有一组 connexon， 突触后会有一组 connexon， 然后整个一起，好，两个 connexon 就会形成一个 gap junction，好，那这个 gap junction 呢，你看它中间是有一个微小的一个孔洞，好，那这个孔洞呢就可以让离子，好，流通，懂吗？好，那它呢这个 electrical synapse 它这个讯息呢，好，它就是传递的非常的一个快速，好，在突触前引发的动作电位，这个讯息借由 gap junction 流到这个突触后，几乎可以说是可以同步的产生，懂吗？好，那另外一种叫做 chemical synapse， 好，那这个 chemical synapse 呢，好，就是它的一个突触前的轴突末梢这个地方，好，你看它有点稍微一个膨胀，对不对？好，我们把这个区域呢，好，把它放大，好，那它这个是一个穿透式电子显微镜下面拍到的一个照片，好，那在这里呢，好，这边我框起来这个地方，这里整个这样子，这里呢就是 axon terminal， 好，轴突末梢，好，然后呢它看起来有点，好，膨胀的样子，好，那在轴突末梢里面有没有看到一颗一颗的一样的结构，这个就是突触囊泡 synaptic vesicle， 好，那突触囊泡里面呢就含有 neurotransmitter， 好，就是这个
neurotransmitter 神经传导物质。好，然后呢，在后突触后呢，就是在这边，这边就是突触后，好，这边就是突触后，好，它是 postsynaptic 部分。好，那中间这一带就是突触 synapse。好，那你仔细的看，突触前跟突触后有紧密连结吗？还是他们是有个微小的缝隙的存在，有一个缝隙，对不对？好，那这个我们把它叫做突触间隙 synaptic crypt。好，这个就是突触间隙。好，那你想这个突触间隙，哈，是不是很宽的，还是非常细那个细窄的？非常细窄的，对不对？这个是我刚刚说这个是什么显微镜拍到的照片，电子显微镜，所以它就是一定会放大到比如说几万倍以上，对不对？那表示这个突触间隙是非常非常的微细，对不对？好，那讲到突触间隙呢，我就会来介绍两个科学家。好，这个有一个包器，好，它叫做高基视体，英文怎么讲？ Golgi apparatus。 好，它的第一个字是不是 Golgi， 对不对？好，为什么取叫 Golgi？ 就是发现这个包器的那个科学家，他的姓氏，他就是 Golgi。 好，那这个 Golgi 呢，他是一个细胞学的学者。好，那细胞学就是比较广泛，他 会去观察各式各样的细胞。好，那这个 Golgi 呢，他有对神经细胞提出看法。好，他的看法就是神经细胞跟神经细胞之间是像血管一样互通。好，我们血管是有分成静脉动脉为血管，对不对？可是呢，他们是整个像管子一样互通的，对不对？好，那他就认为Golgi是认为神经细胞跟神经细胞是互通。好，那另外一个学者呢，好，他是一个西班牙人，好，他的名字叫做 Romeo Caja。 好，那这个卡哈呢，他是一个神经那个科学neuroscientist， 好，神经科学的一个学者。好，那他提出来对神经细胞的看法就是，神经细胞跟神经细胞之间是独立分开，但是他们非常非常的接近。好，那从这个照片让你知道谁的看法是正确的。卡哈，对不对？好，那这个答案是一直到这个电子显微镜发明问世之后，我们把神经细胞标本放进电子显微镜下面才看得到。好，那他们两个人呢，好，就共同获得1906年的诺贝尔奖。好，那这两个人呢，就是那个好，是这个就是当时就是一个死对头。好，然后呢，他们呢，好，是诺贝尔奖以来，那个就是从一开始以来第一组，好，就是共同获奖的，就是从他们开始。现在我们偶尔都会听到什么化学奖，什么是那个什么奖，是两三个科学家一起获奖，对不对？好，那这个诺贝尔奖有史以来第一组人马是共同获奖，就他们两个人，就卡哈跟Golgi。那他们两个人是王不见王，好，他们就是反正他们不想要一起站在台上那个领奖就对了啦。好，对，好。而且呢，卡哈当时呢，被这个Golgi欺负得很厉害，因为Golgi是一个细胞学学者，对不对？那你看他细胞就分成很多种细胞，所以他人马很多嘛，对不对？那卡哈是一个 neuroscientist 嘛，对不对？所以他比较 focus 在 neuroscience 的研究上面。好，那卡哈呢，我说他是哪一国人？西班牙人。那你认为他是不是属于他是不是西班牙的国宝，对不对？好，那在西班牙的首都，西班牙首都是哪里？马德里，对，好，就有一个卡哈 Institute， 好，那边有做有关于神经科学的研究，非常的有名。好，如果你以后想要去玩，可以去那边参观，或者是想要从事神经科学研究也可以，好，那边也是不错的选择。好，那我们来看第二种的突触，好，叫做 chemical synapse。好，那这个 chemical synapse 我们刚刚有讲到，好，就是呢，它在这个突触前，好，它这个轴突末梢这个地方，好膨胀的样子，里面呢是不是就有一颗一颗的，好 synaptic vesicle， 对不对？神经突触囊泡，那囊泡的里面呢就会含有这个神经传导物质 neurotransmitter。
那当这些神经传导物质释放出来之后，就会去跟突触后细胞膜上面就有它的受器，跟它做个结合，然后呢就会比如说打开造成某种离子通道的打开，然后会让某种离子进出细胞膜，然后来改变突触后细胞膜的膜电位。好，那这些神经传导物质的一个好的释放呢，跟这个钙离子非常的有关系。好，我们来看一下，好，这边画了两道红色的箭头呢，它代表的就是动作电位。好，动作电位呢现在传递来到了轴突末梢这个地方。好，那动作电位就会让这边的细胞膜电位去极化。那这里是不是有画了这个离子通道符号，对不对？它就是一种电位依赖型的钙离子通道。好，那钙离子通道呢是又会因为动作电位来到轴突末梢，让这个末梢这个地方的 membrane 去极化，然后呢打开了电位依赖型的钙离子通道。那钙离子是在细胞外的浓度大于细胞内，所以细胞外的钙就会进来到这个 exon terminal 这个地方。那它会促进突触囊泡移动，快速移动到这个突触这边的 membrane 这个地方。然后之后呢，这个synaptic vesicle 突触囊泡的 membrane 跟这边的 membrane 就做一个融合，然后所以之后呢，神经传导物质就会释放出来。好，那释放出来之后，有一些神经传导物质就会去跟突触后 membrane 上面它的受器做一个结合。好，那这边举的例子呢，是以这个乙烯胆碱为例子 ，acetylcholine 就是乙烯胆碱。好，那乙烯胆碱呢，它有两种受器。好，一种是叫做尼古丁型的受器 nicotinic receptor， 另一种就是 muscarinic receptor。 那这里呢，我们是以尼古丁型受器为例子，好， nicotinic receptor 为例子，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离子通道。好，当乙烯胆碱去跟它的尼古丁型受器结合之后，因为它本身受器就是一种离子通道，就会马上的造成这个通道的闸门的打开。好，那它就会让钠或钾离子进出细胞膜。好，这个就看当时细胞膜电位是如何。好，好，那当这个动作电位呢，好，这样传递到末梢，然后会来造成的电位依赖型的钙离子通道炸开，让钙离子从细胞外进入到细胞内。好，然后呢，好，就会来促进这个神经传导物质的释放，对不对？然后它会作用到好突触后细胞膜面本上的受器，那会来造成突触后细胞膜好的膜电位有什么样子的改变呢？好，它有两种可能的改变。第一种呢叫做兴奋性的突触后电位。好，你仔细看一下，它原本的细胞膜电位是多少？-65 mV， 对不对？那后来这个细胞膜电位是不是越来越正？就是发生了一个聚集化的改变，对不对？好，那它呢是发生在突触后的细胞膜上面。好，所以呢它叫做兴奋性的突触后电位。好，那未来造成兴奋性突触后电位的产生，可能是什么离子通道离子进来的结果？那可能就是一个带正电的钠离子从细胞外流进到细胞内带来的结果，对不对？好，好，那跟兴奋性的相反，兴奋的相反叫做什么？抑制。好，所以呢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呢造成了这个突触后的细胞膜电位产生一个抑制性的突触后电位。好，所以你看它原本的细胞膜电位在这里，然后呢发生一个抑制性突触后电位，细胞膜电位更负，对不对？好，那什么样子的离子可能会来造成抑制性的突触后电位产生？好，比如说一个带负电的氯离子，好，从细胞外进入，对不对？好，那这样是会造成突触后细胞膜带更多负电，就是产生一个抑制性的突触后电位。好，那还有一个可能，你们知道还有什么可能？除了带负电氯离子进来会让它产生抑制性突触后电位，还有什么离子？什么离子啊？然后
进来的出去的有可能啊，就是会让突触后细胞膜内盖的负电更多。反正就是那几个嘛，就是啊钠啊钾啊氯啊什么钙啊，哪一个哪一个钠钾氯钙其中一个，嘿啊钾要怎样，对呀、啊、对不对，钾是带正电啊，它出去了是不是也会让那个突触后细胞膜内部带负叫做负电，对不对啊、哦、对，好，不错。好，我们今天到这里好不好？好，新年快乐！谢谢。好像明天就是1月1号了。你们是有在录影吗？是啊、哦。